主公，我赵子龙七进七出，终从战场上把你儿子救出来了。阿斗可能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。什么？你竟然说阿斗不是你的儿子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恭喜主公老来得子。这是我的孩子吗？眼睛像赵云，眉毛像诸葛亮，胡子像关羽，就是一点也不像我。阿斗长得一点也不帅，那么难看，肯定不是我的儿子。长得难看才证明是你儿子好吧？你看阿斗那操性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还不是跟你一模一样好吧？血口喷人，我哪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了？